再来看到在厨房炒菜的时候最怕油烟，但有时候免不了大火快炒，有烟跑上来呢就要赶快开排油烟机，一边炒菜还要一边控制抽风大小，其实可能很多人觉得很麻烦。那么为了解决这种手忙脚乱的窘境，有业者设计了智能联动的烹饪组，让排油烟机和瓦斯炉联动，透过无线频率设定，只要炉火一开就会侦测大小，及时调节抽风的强弱，触控式的玻璃台面外形时尚，还有轻推即可拆卸的导流板，符合水槽大小，方便清洗，兼具美学与实用的设计，也让产品获得2018台湾精品奖的肯定。再看到十大早出。